阿德，我用心感谢 ，yes， 欢迎大家回来我频道，我是阿哲。我们今天又来这个新满意钓虾场，还蛮久没来，就是还是一样，非常喜欢这边钓虾场给我的感觉。你也很久没来，对不对？对啊。那为什么今天会来？会来这边 ？No， 其实我是约一个朋友一起过来跟我一起钓虾。是不是女神？不是。其实我这次也是，就是大家前阵子有看到拍这个我们拍这个绝品式的这个开那个钓竿的介绍。没错。那我们今天要来这边拍这个开光，第一次来这个绝品式来做钓。那我准备竿、okay. 子要送给我这个朋友。OK。好，那我们先欢迎今天我们这个朋友。阿顺。啊，戴帽子装得起来了。哦，开始了，是不是？开始了，开始了，不要这样嘛。好，赚到了，你今天找我是不是？我很少来找你来桃园钓虾场，是不是？很远。你又是？你看我从板桥走路过来，大概要三个。好了，我们今天我准备是钓竿的节目。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真的？你就知道？我跟你讲。你有跟我讲吗？我跟你讲。我骗钱的，我就是先讲。我说今天阿哲的准备。我刚才就先讲了。这装得很烂。这是第一次来吗？第一次来啊，感觉不错，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就是很三合院，很舒服，很人情味的感觉，很舒服，三合院很舒服，很舒服，太多了，继续喝酒，多了多了啊，好，那我们不多说，直接开掉 ，OK， 开掉，可以吧？钓母虾子啊，因为他们中的人太多，这边是母虾子，我真的不常钓。阿顺，我帮你先准备了这只竿子。哇塞！中你！哇塞！会中嘞！有扣嘞！小事小事。好，我们准备一下开钓，再跟大家讲这只竿子我钓起来的感觉怎么样，好不好？我那天在那边现场在钓签的时候，真的感觉真是很舒服啊。很舒服啊，很舒服，很舒服，很舒服。好，准备一下，你有在拍吗？有。一，好。他说，好像丢十斤吧。是假的。对。好啊，看他老板能有虾吗？他可能丢了。不行，以后我们来这边都偷偷来，不要来。哎、你两只，我两只，这样不好。啊，他钓一只，还会有很多虾给你钓。OK， OK， 嘿嘿。哎呦！哎，钓一下。很硬。我让他，我让他。好啊，你要这样啊。好啊，钓小只的吧。就像绿你的女朋友回不来了。啊，想帅。想嗨哦。走错了，走错场了。对，就。拿到了，来裁判有偷猪猪肉了。哦，你要的，你要跟我讲啊，你要的拿去。正开即可获得放枪一次。没事了，再接再厉。掉家了，哪里放枪？一只放一只，一只放一只，是很正常合理的。他在跑步了，跑步了。对。哎，谢谢老板呢。带我来体验还是？我是让你来体验钓竿，不是让你体验钓几只虾。大家好。Yeah， 拉起来这个感觉真的是很赞啊，很棒啊！钓虾，钓虾，
样是在南极，一样是在前面一只狼。你又没做不像。真的。今天来体验干净。对，体验干净。对。那每天都飞起来钓虾干嘛呢？真的，我们是要带给大家的这个，就是朋友相约一起来钓虾这种感觉。这时候字幕就有一定只有一句。不知道你是掉起来，我有帮你买一只，你知道吗？我知道，我那个尾塞帮你改好之后。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那应该是你是豆浆，我是油条。哎，虾子。啊？虾子。丢到自己的笼子里面了吧？没关系，我们到时候看回放。你知道吗？我知道，我那个尾塞帮你改好之后。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那应该是你是豆浆，我是油条。你刚才应该有录到吧？应该有。那你就自己钓就好，干嘛拿我箱子抓死？点数还你啊！我还你啊！对，他刚才真的放他自己那边。来，这个，哎呀，哦，一起中，一起中，打架，打架，打架啊！你好，哎，对拍，我刚刚对拍，对拍，互相拍是不是？对拍，摄影师拍摄影师，我是有病是不是？来，开枪！对呢，对呢，我新练的，知道？客气一点哦。我新练的，左手开枪。左手。我们来看阿森换手开枪。换手开枪。没礼貌。别的。阿森，你要不要挑战换手开枪？没有。我是因为右手在拿铅笔要勾痕，结果就像我的来不及秒打一样嘛，来不及秒打一样，对。我已经来不及，当时就乱开了。那只虾子会咬，会咬之后，干他妈！你干嘛那么近？我再靠近一点点。我不会下一句。虾子会咬的时候，你随便钓，随便拉都是正直，都是正直，因为它钩子吃进去了。所以都不会掉，但是你如果是打到的那种，比较容易会喷，了解吗？了解。哎，大家你不要再问我说那什么，上次好啊，你在干嘛啊？上次我有一个观众朋友他私讯我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想麻烦大家帮我回答一下。他是几公分？不是不是不是，我你也听听看，好不好？他说阿哲阿哲，我是你的忠实观众。那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他说，我去钓虾场的时候，有些人说开枪要开大力一点，有些人说开枪要开小力一点，我到底要开大力一点还开小力一点？我觉得是那都没差啦，时机跟角度比较重要。你爽就好。对你爽就好，然后会判断讯号比较重要。要丢过来右手哦，要丢过去右手开枪哦。看那么爱惜。会嘛，对不对？你还给我丢过来。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放枪走来了。哎呀妈，真厉害！哎呀妈，真牛逼！李哥板板来了，别捏，喝啊别捏！阿叔妈开了，快点带我讯号。怎么开？这么开？这开到？啊，这开。哎，很好。哎，没打进去。这是什么开枪法？我也想学一下。我上次那时候我们在南极，我们就这样玩了。就点一下，闪电五连鞭，你们看过？大家知道？你说那个太极拳那个？闪电五连鞭，对啊，飞一鞭。
你不是你上次不是说你私底下没有穿勾过吗？对啊，你上次不就穿过三次？所以私底下到底有没有穿勾过？有啊，双飞是没有，双勾有。双飞你想要试一下，对不对？那是站在。我们互道一声晚安。眼睛给我闭起来！我佛系雕刻，佛系啦。是佛系雕刻还是佛系？掉这个杆子掉的有点太舒服了。好了啦，我也当过副老啦。我不可以在我职场被人家电啊。对。好啊，一卡两个拉两个起家画面啦。会不会等一下变三只啊？要变三只的。对啊。A few moments later， 不要等好了。大哥，小哥，哎，这是好大。没有，我们刚才前面有钓更大的。还是我平常去的钓虾场，就下次都太小只。对，来了，讯号来了，真的，一卡三只。你这个有点怪怪的，我不会放枪。真的，一卡三只，不错不错。两分钟三只。我刚才看到两分零九秒，对，一直看到别人那么嚣张的，边看手机在给我边钓虾。哎呦，我有没有用到？打不到啊！阿胜刚才原本钓长钓，现在他说他钓不习惯，换阿婆，然后杆子一直放我枪枪上面，不知道冲他手。线太短嘞，早就准备六十遍了。还真的有哎，不知道。又掉下去了。好可惜。我有送他一卡网子，他都不带。然后他刚才就不小心放下，把他放回去。佛系钓，这个就是佛系钓虾。佛系钓虾不用带网子，好不好？钓一只，钓一只，钓一只。巧妙的闪过，差一点就两难两修啊！啊，这也中嘞！你看我一只，他一只，钢筋这边耍，咕咕等等。好了啦，好了啦！蚊子叮我，蚊子叮我，唰一下就中了。蚊子叮我，你刚有看到吗？你看这口味多了呗！屁屁。你看，我一只啊，阿飞，哪里？两只都分掉。两只都是嘛，我知道一天平也两只够，我知道，我了解。阿胜他今天没有用这个，这是什么？来问，没有起来啦、啊，还是耳朵掉一个、啊？一个心扑通扑通的狂飙。阿神的好也来了来了，要放掉，我再也不要，再也不要，大哥，放枪对自己好。中了中了。OK， 等阿神，我们时间到了。OK， 时间到了，然后就给你看。好，我们等一下再来。阿神，今天叫你吃啊？老板。老宅那要算吗？可以啊，我嘛，反正我旁边坐了一个高手，要不要掉包？要不要？快点！我掉37只。37只？我给他算多少？哦，等下再算一下阿胜掉几只。OK。我们最后再来讲一下这只杆子到底是如何的。好啊，我在拍结尾，再给我拉些啊。好了。好了，你好了，回去。好，我们待会见。OK。好的，累。累。早上没什么睡。好，准备好，来，放下去。我来看阿胜钓几只。干完了，看这个重量。完了，来，丢进去，来，你去那里。
二三四五。二七二八，二十八只哎，二十八只。掉几只？三十。我掉三十七。三十七，输你九只。这只杆子吊起来感觉怎么样？这杆子吊起来，其实我觉得，目前用下来杆子，除六零梯我们除外，嗯，好不好？六零梯是真的算蛮软，啊，我这个人就偏比较喜欢软的，那杆子太硬了。对。但是它比杆子还要软一些些，这个我就觉得很赞。应该是说，它种下来之后，传到你手上的那个调性，那个那种手感，非常的光滑柔顺。应该是说它粘得住，但是它又起得快。对，对，它这两个平衡做得很好，所以我蛮推这把扳子。我大致上我吊起来感觉是差不多，就是应该是说，当初那时候老鹰哥讲到说吊杆的反波力已经很完美的呈现在这支钓竿上面，无论是它的软硬度、它的起虾速度各方面，我现在钓下，我很注重竿身的重量，这样它原厂尾塞搭配的重量也是非常刚好。那除非你有需要更短，像我后面我就会把这支钓竿拿去改四五六七八，然后改短一点，改到三吧，三也不错啊。尾塞买好，好，你有三买好，对，就四五六七八这样。那其实，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其实原厂尾塞就很够用。原可攻啊，进可守。老实讲，有改杆子，有改杆子跟没改杆子的差别就在。那相对的，有人一定说改杆子会伤杆子啊，我觉得那个都其次吧。好，那我们今天很高兴约到阿胜跟我一起来实测开光这支杆子，赞，还蛮开心。然后我们也很久没有在桃园钓虾，超久。除了我们前两次钓虾，一次在南捷嘛，一次在宜兰嘛，宜兰，然后再到我们上一次在桃园。好久没来，有一次啊，那个跟旅游姐啊，哦，但是我们女神约你才会来啊，你约我也会来，好不好？干，讲成这样，想黑我？好了，我们有机会的话再一起钓虾。OK， 那其实我们除了开光这支杆子，大家看我的频道应该就知道，我想要给大家这种欢乐的气氛啊，欢乐的气氛，就是我们钓虾不要，我老实讲，我的频道都通常不是做。就单纯钓虾，对，我的都比较偏恶搞性，所以不管是料理还是钓虾，还好他今天没有恶搞我，啊，今天没有恶搞，没事啊，哦，你今天没搞我，我知道啊，没事啊，对啊，没有恶搞性，比如说我们钓虾之类的，有一些事情就尽量不要，比如说钓到人家那边啊，或是故意弄人家之类的，对对对，我们是因为朋友，朋友，大家在开玩笑，好玩，如果说今天旁边是朋友，两边都是朋友的话，那玩都另当其事啊，就是我们一般对虾场的尊重。对虾场和钓客的尊重，这个还是要呼吁一下。没错没错，大致上是这样。好，那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那有什么意见和想法，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然后记得要去阿胜的频道看，他其实阿胜他煮菜这些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好吃。没有你厉害。那个炒米粉好不好吃？还可以，非常棒。还可以。他说一份700，你要买几份？15。太夸张了。真的好吃啊，那真的好吃啊。到时候大家。看他的影片，对，再去看他前面几部影片，这个料理步骤非常简单，真的很简单，非常简单，阿准都会做，我都会做，那天是我做的，他说这一次过年回去做给妈妈吃，真的，好，那我们下一次影片见喽，很可以哦。OK， 大家该忘记跟大家讲，这一次，哎，走开了，对不起啊，走开了，对不起啊，我们这一次，我们刚才在钓这次母虾池。它应该十月中的时候会改成龙虾池。那大家知道，这边其实它之前这边龙虾池还蛮有名的，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这边玩玩看。那老板娘也有约我跟阿胜，等他龙虾池开的时候，要过来丢，可能丢个三万只龙虾给我们钓，30万只。哦，30万只的，我刚才听错了，对吧？三十吹牛皮比赛，吹牛皮拿去，30万只龙虾给我们钓，没到时候老板娘听到这句就把我杀了，不会啦 ，OK 啦，好不好？那大家拜拜。今天我们又来这个好月啦，好多人的好月。对啊，我们今天礼拜五来，所以人比较多一点。对，那今天是要让你跟这个我们志祥。这边第一次体验这边的母虾池，你也没来这钓过吗？你也没来过吗？没有。不，你有来过。我有来过，没钓过。有来过，没钓过。我看很多人放香过。对。而且我有诅咒，押韵押。今天我这边就是
来体验一下，带你来体验一下这边的虾子。